猫有泪痕。何涛，职业兽医师。猫有轻度泪痕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像异国胆毛猫这类胆鼻道的品种猫咪，比如加菲猫更为明显，因为这些猫咪的鼻泪腺天生就比较短，长时间堆积的话就会形成泪痕，这种没办法改变，建议宠主每日给猫咪进行擦拭。长鼻道的猫咪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，有泪痕还是跟平时的饮食及一些疾病有关，猫粮的盐分过重或者是经常吃人吃的食物也会导致眼分泌物增多，泪痕严重。如果猫咪还经常流眼泪，而且眼睛有红肿的现象，考虑以下原因：倒睫毛、眼睑内翻、角膜溃疡等。猫咪眼睛出现脓性分泌物有泪痕，则考虑到猫咪患有猫鼻支杯状病毒